就是说，云天按照捕风增发的形式收购天意。林森，我不得不承认你学乔布斯学的非常成功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？技术驱动。 Thank you, Vincent. 按照你现在的股份结构，云天商城是你的。不，董事长还是你来做，我不当。可是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搞资本运作，你比我更合适。也因为我这些年的生活，你看我在这儿，喝喝茶。 打打太极，潇洒的很啊，快活的很啊！我呢，就继续搞我的天鹰，而且啊，我已经有新的目标了，虚拟商店。董事长，我有一个请求啊，请求你完成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。 非常艰巨的任务，什么任务？退市，回到 A 股。你想甩掉他们？为什么不可以呢？你搞资本，我搞技术，咱们两个合在一起，谁能挡得住啊？ADF， 让我们一起来，一起重塑一个新的流水。